嗨，大家早，我东宁。那我现在人在元福这边。那今天我阿 V 呢要来换机油，顺便装电力灯。对，因为我觉得阿 V 它 USB 充电那个没有很方便啊，位置不是很好，所以我才改装别的是刚刚。那除了充电的问题之外呢，还有就是我的雾灯开关有点接触不了。对，那蛮多次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就是再来换掉雾灯开关。那我们就进去车上吧。大灯一点下去，电压就不够了。突然了。大灯一点下去，电压就不够。是啊、哦嗯。它就跳红的、哦。对对对。完蛋了，完蛋了。那个背靠有现货吗？你那没有，干嘛？啊，我不知道。
这跟我讲，背靠啊。那阿德来。我是蔡家吗？我三个。然后什么？从台中有人买，买回家回来，然后加。